我们老家村里头所有的脏东西，我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当道士，出门都会带着糯米，糯米不是只能拿来炒糯米饭。 哎，对了啊，在这儿出去当明星的我见多了，明星要来这儿住的，我从来没见过。我有些衣服，以前拍戏的时候穿的戏服，我帮你补一补，你就可以留下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吃了个鸡啊，对不起。妈妈说，白色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颜色，对不对啊？对。 这表一看就是小孩画的，都糊掉了还舍不得洗掉，还放不下。老婆，你上个礼拜捡回来的那颗烂花，昨天晚上居然开花了。他每天晚上11点都会把眼睛长得好大，两只脚好像要跳起来一样。 发狂的撞那副棺材，千万不要拿掉他的面罩。僵尸全都没了，道士也没有人找了。